接下来看到下一位曾子恩，成功国小，宜兰县成功国小，看起来他就比较老练哦，比较有经验了哦。看到他的这个弓步，这基本功不错、哦，对，基本功还不错。好，该做的步伐都有做到位啊。漂亮哈、哦，曾子恩，他应该有不错的分数哦。每一个动作都有达到这个要求，不急不徐的慢慢做完了，不错哦，8.54分，质量分只被扣了0.1。